今天接待菲利普，我使用的是这种打法，全程按 P 键，主要靠的是精神回收还有血肉回收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使用艺术层，只需要提升情感等级的时候选择笑粉，就可以几乎不陷入混乱，打法非常安全。战斗开始的话，虽然我推荐的是全程按 P 键，但我选择先集火攻击复原之子，主要是因为它会限制一个队友的行动，所以会少掉一个人的输出，会更浪费时间，所以我选择把它打晕，就可以解除掉它的效果。顺便说一下菲利普的主题曲，我觉得非常好听，所以后面给他的歌词做了点字幕，做的比较粗糙一点，因为字幕没怎么对齐，希望有人会喜欢吧。同时来说一下菲利普，菲利普在第一次来图书馆战斗的时候，他们整个事务所战斗失败，最后他选择了懦弱的逃跑，给自己找的理由是为了帮事务所报仇必须活下来，所以他找到了蝎子事务所，结果被蝎子事务所的人嘲讽，认为他的逃跑是懦弱的，报仇什么的都是为了逃避自己懦弱的自私借口。然而他的第二场战斗，看到为了帮助他而牺牲的蝎子事务所，他决定不再逃跑，而是勇敢地站出来，觉醒了属于自己的 EGO， 鼓起属于自己真正的勇气，向图书馆发动了舍命的攻击，但最终还是被蝎子事务所留下的传送装置给救了，只是他倒霉地遇上了布鲁托。在布鲁托三言两语的诱导下，他那不稳定的自我扭曲了，每个人都否定他的勇气，每句话都像在指责他的自私一样，指责他的懦弱，没有人将他从悲伤中拉出来，没有人为他哭泣。Thank you.
不哭剪辑，不哭。